イエーイ、イエーイ。好，我们也先来抽一个 MC 话题，滚。停。这个东西有点反应慢。H 队里谁最有喜剧天赋？这还用看吗？就在这儿啊！不用平身，不觉得吗？喜剧天分，反正不是我。那从你先开始吧。又是我，我要压轴，要压轴。那我先开始吧。其实我觉得最有喜剧天分的是饺子，真的。我有种落差感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，是你是你，真的是你。哦，不用，你说饺子就饺子，没事。那是饺子，因为我觉得饺子长了一张很可爱的脸，就是很有趣。然后就有时候就是跳绳索上的友情，有时候就是我有跟他搭档嘛，然后他严肃脸看我的时候，我总是会笑场。所以我们那个绳索上的友情都是这样跳的，这样子背着跳的。反正会笑成饺子长得很搞笑、就是、不是、啊、不是我昨天跟饺子在一起，然后就是练舞嘛，晚上就想荣耀日那个梦瑶的钢管舞，然后我觉得突然觉得他长得好像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里面的人物，就那个像小头像大头儿子，大头儿子对饺子就特别像他的脸也是不好意思，其实我觉得没资格说他。我觉得饺子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，如果我每次去摸别的妹子嘛，别的妹子啊讨厌，都会这样。然后我去摸饺子以后，饺子就享受，就会不会放过你，那样一定要摸回来。对对对，他觉得好像不摸回来不划算的感觉，然后就会摸回来。那张欣呢？我留着最后讲。最后你们两个要先 PK 一下吗？我不想 PK 了，我没力 PK 了已经。那我说吧，来我说吧，库玛看我啊。哎，你把花都染成这种颜色了吗？可能打底裤颜色不够了，然后就弄这儿了。笑什么？你看这就是喜剧的天分哦。有道理有道理，谢谢大家。来吧。其实没有、啊、没有、啊，就是其实平时我会在微博不是发一些很搞笑的东西嘛，其实我觉得全部都是表演的天分，都是创作。我私底下是一个很文艺、很可爱、很漂亮、很安静的女生，就是我刚想帮你附和两句，发现附和不下去。我特别喜欢这种临场反驳的声音。哦，不，你错了，就是大家看我。就是表演出来都是演的嘛，演戏嘛，就是要逼真才能让人相信，对吧？我其实私底下真的是特别安静，然后你们都说我很没有那个偶像什么，对，偶像包袱，其实我有的特别重。你的都搭在了我身上，我偶像包袱超级重，来一个给你。谢谢，真的有点尴尬，你先说。我先说，其实我觉得婉晴最有喜剧天分。因为他是黑色幽默，对，因为我们才开始还不太了解他的时候，我记得大家都填特长嘛，大家都会那时候我们填特长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填，然后别那个姐姐啊朱一杰的告诉我们，你随便填，就是反正他们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，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婉晴写的就是我以后想当一个喜剧演员，对吗？对对对，特别特别开心，到现在都没有实现。说不定下一部那个公司的网络剧就找你去演了，对，就可以出名了，女主。哇，好，贞子 3D。好开心呀、哦。3D。对，婉晴、到我了吗？对啊。我觉得。错了，别说我。别说你，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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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最有喜剧天赋的，就是如果我是当导演的话，拍一部喜剧片，我肯定会选吴彦文吧。是，吴彦文这女人真的很浮夸，对，特别像喜剧片里的那种腹黑后妈的感觉。她不是嫁不出去吗？对，什么白雪公主她妈妈是吧？白雪公主她妈就可以找她演。而且他可以一半就是讲河南话，一半又变台湾腔的那种。他刚才还在后台说，你们第一个 MC 把他给说老了。对，把他给说。
说老了，就把他年纪给说大。哎，他说我的清纯形象已经不复在了，在那边哭。对呀、啊，不知道他怎么说出来那些话，太可怕了。就是在对，你觉得谁呢？我觉得你啊。好，开心说吧。因为我现在眼里只有你。不是，真的眼里只有你啊。好一个情话哥。你，我特别讨厌油腻的女孩子。但是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这就是喜剧，你看大家都笑了。讨厌油腻是吧？我想一想，我还哪里油腻哈？哎，哈哈哈。好了，他没话了，到你了，伊人。好晚晴，我真的好晚才见到你。不需要你们的怜悯。讨厌。压轴的来吧。压轴的，压轴是想想看啊。你都压轴了，你就来一段吧。嗯，我来什么？要不演一段、啊？我逗吗？你逗吗？你逗我吗？那你要就是凭空怎么演？你要说我才能演。那你就把前面当成是撒我前辈，你对他表白好了。这不是喜剧吗？就是喜剧啊，演呢、啊。然后把那个场灯按下来，给他一个射灯，就一个灯，心里对白。这样子我感觉好像我是什么，就是一束追光的，就念就然后对前辈，我喜欢的前辈。不对，我当时差点说错了，因为满脑子都清明节快到了。挺好，就是、挺好，不是不是，刚才那个不是前辈，前辈前辈，真的我不是对你说的，因为我最近满脑子都想着，哎呀，清明节要放假了，然后今天白天我们不是去出外务嘛，然后放万圣节之跳楼万圣节之歌，然后想万圣节已经过去很久了，下一个节日又是清明节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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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反正万圣节不是跟清明节，让你表白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哎、在说爱情的坟墓，好困。那我们俩就手牵手直接走进了那个结婚的殿堂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好喜欢啊。好，转的，回来了，圆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这次转的还挺好，还不错，表扬，表扬。我已经报了歌名了，可以按灯了。没有，不别按呐。他还没有说，他还没有说声助呢。马上再亮一下呗，追光能亮一下吗 ？Turn up the light。就是ID 是野生的王跳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耶、yeah. ！